下一个是以前教过的，叫做紫外线指数。因为紫外线对人对生命有害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发布一个紫外线指数，总共有分15级。那么7以上叫做过量，10以上叫做危险。怎么算的？我们当初教过你了，我们曾经有提，在别的地方有提过，不要弄。所以就告诉你参考，让你知道一下。然后说，如果紫外线很强，需要你能够避免外出，或者是要把自己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，防晒工作。目前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没有什么录用的，没有录用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就算告诉你明天紫外线指数达到15级，超级世界危险，该上班的还是要上班，该上学还是要上学，不会因此放假或怎么样。我只是告诉你参考，该做好防晒就做好防晒 ，OK。所以说紫外线只是看一下就好了。一般老师考那个7，考那个7以上过量10以上危险这样子 ，OK， 背一下就没事了。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臭氧洞呢？为什么臭氧会变稀薄呢？是因为氯的关系。这个氯来自哪里呢？来自于氟氯碳化合物，来自氟氯碳化合物，或者叫氟氯碳化合物，氟氯碳化合物 CFC， 然后它会阻碍臭氧的形成。国中没有教它怎么去阻碍臭氧形成，但是以前考试曾考过，不过那时候阅读测验你看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不用先学过。好，叫氟氯碳化合物。氟氯碳化合物是美国杜邦公司的发明，这东西很好用，用途广泛，安定无毒，可以用来做冷媒，就是冷气机的冷媒，膨胀吸热让温度下降，做喷雾推进器，像什么发胶按下去滋，或者是刮胡泡按下去滋那种，都需要一个喷雾推进器可以做这个。它是非常好的清洗剂，渗透力强，吸附力高，所以拿来下去，而且把东西杂质都洗掉洗干净，很好的灭火器材，灭火效果好，而且不伤衣料。你们后面的课本着火了，拿水去灭火，轰，火灭掉了，课本也全部弄湿，人什么都毁掉了。可是拿它不会，拿它灭火，轰，完火灭掉了，书还是好的，没有受影响，不伤衣料，不伤衣料，灭火效果好，所以用途很广泛，大量采用。但是大量采用之后，发现它很轻，会往上飘，飘的渗进平流层，产生氯气，会阻断臭氧的形成，造成臭氧洞。臭氧洞，所以它做冷媒喷雾推进器，但是呢，它喷进了平流层之后，被分解出氯气，这个氯气就阻断了臭氧的形成，所以就造成了臭氧洞。就造成臭氧洞，细节国中没有教，怎么反应的国中没有教 ，OK，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就是氯的关系，哪来的氯？氟氯碳化合物制造的氯气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条约来防治它。对，1985年有一个保护臭氧协定，然后呢，1987年有一个蒙特楼议定书，然后呢，它就正式生效。它里面说。1996年开始不得生产及消费氟氯碳化合物，氟氯碳化合物，你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了。你们有一种立可白，液体的立可白，蓝白色立可白，那个立可白在古时候，它会特别注明本产品不含 CFC， 就是不含氟氯碳化合物，啊，氟氯碳化合物，现在已经不会写了，因为现在早就已经禁用了，不含是。正常的，当初还没有提的时候，还没有正式进入的时候，显示我很环保。这个1996年1月1号的限制，欧盟提早了5年，欧盟提早5年，我们因为外贸的关系，我们被迫也提早5年，因为欧盟会说，你的电脑的电路板不可以用 CFC 洗，用它洗的电路板不准输入欧盟，那我们就得配合它，我们就不用它洗，好吗？我们才能卖过去。所以欧盟提早5年禁用，我们就配合一起提早就禁用了。反正那一样，对国中生而言，你不需要了解蒙特利运输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，内容细节不用管它，你只要记得有一个协定叫做蒙特楼议定书，干嘛的？保护臭氧的。怎么保护臭氧？限制氟氯碳化合物的消费跟
生产，相关生产，那就可以了。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协议做这件事情。OK， 我们有个臭氧，有个臭氧层，因为人类使用氟氯碳化合物，使得臭氧的含量稀薄，称为臭氧洞。然后我们就有个蒙特罗议定书来限制氟氯碳化合物的生产跟消费，然后来保护我们的臭氧。我想就是知道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